迪姐姐，我是郭郭姐姐。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呢？好香啊！啊，是给你们这个。哦，哇！我这个是肯德基，我这个是麦当劳，是要给我们吃吗？那我想吃麦当劳。你也想吃麦当劳怎么办？啊、我想吃麦当劳。这个双层牛肉堡，我最喜欢的。我也想吃，要不然我们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看给你高兴的，那开吃吧。嗯，哎，停！啊，这个不是给你们吃的。那你给我干嘛？对呀、啊，我们今天要玩一个跟汉堡有关的游戏。什么游戏？你们手中各自有三个汉堡，啊，对，你们要根据自己手中拥有的食材来拼出一款你们觉得最好吃的汉堡来。我们觉得最好吃的汉堡，拼完以后我们自己吃吗？不，拼完之后我们要给魔力大哥吃。为什么？对呀、啊，因为魔力大哥对美食还是很有研究的。如果谁能赢得魔力大哥的认可的话，就是我们新魔力玩具学校的汉堡小能手。我看了一下我的汉堡，有香辣鸡腿堡，有鲜虾堡，还有老北京鸡肉卷。哦，那我这个是麦香鱼。然后这个是双层牛肉、哦、这个名字就比较特别了、哦、这个叫屏风什么牛肉什么新厨系列，是新出的。哇，这个面皮就是黑色的，看起来好独特呀，好想咬一口尝尝。特别香，特别香、嗯、我们在做汉堡之前先要用抽签的形式来选取你们要用的酱料。啊，我们要抽签。嗯，这里面有不同的酱料是吗？对，一共有八款酱料。八款的，我先来了。嗯，你先。会，肯定，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有不好吃的酱料。对，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的天哪！地狱辣酱，我觉得我这个还好啊，照烧酱。其实我觉得我这里面除了巧克力酱我都可以接受，我这里面其实除了草莓酱和地狱辣酱我都可以接受。那我们快点组合一下我们的汉堡吧，你先来吧，有什么新式的口味你先来吧。好吧，那我现在开始做咯。我先要解剖一下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包装，叫做屏风酷辣鸡腿堡，我还没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哦，这个里边是鸡腿肉，然后呢是一个生菜，下边我看到它加了一片，这个是什么肉啊？这个好像也是鸡腿肉，看着像奥尔良。奥尔良烤鸡腿堡，这是肯德基的菜。我再看一下下一个，这个是我经常吃的那一个双层牛肉汉堡，但是这个里面加了香肠。哎，香肠我觉得魔力大哥肯定会喜欢吃，这个我一定要加进去。然后呢，这个就是很普通的麦香鱼啦。首先我决定我先用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汉堡坯子，这个底层，然后加一个什么酱呢？我先尝一下。还是甜辣酱好吃，加一些甜辣酱。然后我要给魔力大哥搭配一片肉。加一个香肠。郭姐姐，你不放菜吗？提醒我，魔力大哥喜欢蔬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谢谢魔力姐姐。这个菜有一点点碎掉了，没有关系，好吃就行。嘿，加一点点青菜，然后再加一个这个牛肉。再加一个酱，是不是每一种酱料都要用到啊？是的，那
就再加一个这个吧，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味道应该也还不错。就这个酱完事，我还差一个照烧酱，是不是还有巧克力酱？不要说我知道了。再加一个这个吧，鱼肉，因为这个鱼肉上面有沙拉酱，我觉得魔力大哥肯定会爱吃沙拉酱，所以我决定要加这个鱼肉。然后呢，加上照烧酱，好了，接下来我要给它封顶喽，巧克力酱。我知道啦，巧克力酱，甜咸甜咸的。那你倒是放啊！你小心，你要是放在外边，魔力大哥拿的时候就会沾到手上。没有关系啦，魔力大哥的手一定很脏的，到时候。没有关系啦，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巧克力酱如果加进里面更难吃。好吧，我的汉堡完成了，我看看魔力姐姐你能做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我是面包搭配，不对，是汉堡搭配小能手啊。其实你们知道，这老北京鸡肉卷里面呢，这种甜面酱搭配的是黄瓜，它有点凉了。然后呢，还有黄瓜和那个酱都特别是吧？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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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力姐姐，你没比我好哪去。所以呢，这两块肉呢，我决定先拿一块出来就好，然后黄瓜，其他的呢我就不用了。然后这两款汉堡的坯子呢，我觉得会用我们的鲜虾堡的坯子，所以我要先把我们的鲜虾堡先去掉一下，留一半鲜虾堡在上面。然后看到我的黄瓜了吗？我的黄瓜要放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魔力姐姐，我们有刀。这样吃的时候呢，要在前半部分有虾，要在后半部分有黄瓜的汁。我还要加一些老北京的这个什么肉在里边。因为蝈蝈姐姐我刚才看了，她做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个搭配，只是说这样叠罗汉式的叠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创意，不好不好不好，对吧？不好，不要吐槽我。好的，现在呢，魔力大厨先把这个肉，哎，我的酱还没放呢哈，没关系，不着急。你有草莓酱啊？没关系，没关系。其实草莓酱也会更加好吃。我决定先放辣椒。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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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放了。我是搭配小能手，放心啦。然后呢，我决定这个沙拉酱也是在这个上边。甜辣，地狱辣酱配沙拉酱，这你就不懂了。一会儿你尝尝，真的，我觉得魔力大哥 No。好腻啊。好的，再来一点点，放这边。你们不要担心了，其实还不错了。然后呢，我现在还有两个酱没有用到，对不对？沙拉酱，这是番茄酱。番茄酱，我点做了，冷汗直流，我感觉我自己。魔力姐姐是怕输吗？不会不会不会。我先再加点肉进去，然后哎呀，我忽略一点了，这个是香辣鸡腿堡哈。对啊，哎呀，你都没用过它，我现在想用啊。肯德基什么时候的菜给这么可怜呢？只有两叶生菜。我们两个彼此彼此，这边还有生菜，这肯德基也太抠了。这上面有这个，这是什么酱？千岛酱吗？
哇，怎么样怎么样，看起来很棒吧？还不错。草莓酱是吧？嗯，草莓酱放上之后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会吗？哎呀，一点点就好了。好了，我决定，我决定，我决定。然后呢，其实我觉得魔力大哥爱吃辣。你还要放地狱辣酱？再来一点点。不要心疼他，其实很能吃辣的。是真的吗？我滴了四滴，让他每一口有甜有辣有咸有酸。我很专业吧。那么最后我就要盖上我的面皮了。这个面皮上面还是有这个酱的，看很棒吧。哇，好厚啊。OK， 我的汉堡也完成了，现在蝈蝈姐姐你要跟我一样把这个汉堡拿给魔力大哥品尝啦。大哥我来了，魔力大哥，魔力大哥，我今天给蝈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汉堡包。没错没错，魔力大哥你太瘦了，记得上次我们两个比赛你还输给我了。对，你吃了我这个汉堡你就可以赢过我了。等魔力大哥，魔力大哥，魔力大哥，那个呢还不行，我跟你讲，你喜欢吃的对吧？你喜欢好吃的对吧？好吃的不行。我这个里边有特制的一个材料和酱料，酱你吃了我这个汉堡就能救活你所有的味蕾，然后以后你吃嘛嘛香，吃什么都好吃。我什么都好吃。对呀、哎呀，这个嘛是韩导给我们准备的肯德基和麦当劳最好吃的汉堡了，最好吃。而且我们还把这个最好吃的汉堡中的最好吃的食材都挑在了一起给你做了，你快先吃它的吧。这是什么汉堡？啊，这个、什么汉堡？什么、你起名字了吗？我起了。我起叫什么名字？我这个里面是有鸡肉，鸡肉有香肠，香肠有甜辣酱，甜辣酱我也是甜辣酱，我想想。巧克力酱，巧克力酱，巧克力。抱歉。所以我叫它黑夜中的甜蜜。啊，甜蜜！我的名字怎么起这么好听？黑夜中的甜蜜，因为它是黑色的。黑色的，黑色的。哎呀，有特点哦！我刚刚想了一个，你先吃它了吧。我的名字感觉跟蝈蝈姐姐一比的话，瞬间土了好几倍。不吃。你们够看吧！哇！黑色的，蘑菇大哥，你吃完以后你要说说好不好吃，对吧？好吃，好。你先吃一口尝一尝，一口尝，一口尝，你们看吧，你们。里面的酱汁都流出来了，小朋友。好吃吗？好吃吗？我都出汗了。好吃，你先说有什么味儿？什么味儿？不要了，哇，好吃吗？真的，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哇，这个汉堡，这个没吃，这个这样子给我们吃，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汉堡，辣吗？不辣，因为我没有辣，甜咸，甜咸，好吃，好吃，真好。我好吃，我都好奇了。魔力大哥，快尝一下魔力姐姐的。我吃完了，就这。我的这个汉堡名字，刚才听完蝈蝈姐姐的名字以后，没来得及改，就叫它魔虾鸡堡吧。魔虾鸡堡，有虾有。魔虾鸡堡。魔虾鸡堡，魔力姐姐做的鸡和虾混合的汉堡。土的掉渣。真吃吗？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尝一下。魔大哥，魔虾，这边是虾，这边是鸡，你先要吃虾还是吃鸡？这边是虾，这边是鸡。鸡，我吃虾。对，这边有虾，还有鸡。还有鸡，还有虾。对，还有地狱辣酱。重返吗？吃吧，好吃。魔虾鸡堡。好吃。哇，真的好吃。真的吗？不是装的吗？真的。真的。
多么的好吃，多么，这么好吃吗？那你快说吧，到底是我的好吃，辣吗？啊，对对对，甜甜吗？不甜吗？不甜。咸吗？不就是辣，是不是很好吃吧？还有沙拉酱，是不是？来吧，你说吧。现在如果是让你再吃的话，蝈蝈姐姐的还是我的，你选哪个？对，选哪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你选哪个？谁？这个你知道吗，魔大哥？这个是关乎到我们新魔力玩具学校汉堡搭配小能手的一个竞赛。对。但是我现在申请，可不可以给魔力大哥一张纸？蝈蝈堆。其实我刚才找了。魔力姐姐。哎，这有这个手指行吗？为什么？给你擦擦汗。啊，去了，我去了，我这哦，有汉堡拿来了。哦，谢谢谢谢。啊，对。看给魔力大哥热的。对。所以这个特别特别好吃哇！魔力大哥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是辣出汗了吗？魔力姐姐放了好多地狱辣酱，好吃到激动流汗了。怎么样？有道理。进去。对。耶！魔力姐姐，啊，这魔力姐姐大激动，就这个，大激动。哇，真的好吃吗？哦，真的好吃吗？真的好吃吗？哦，真的好吃。那我们要不然也赶紧结束，一起尝一尝。不要忘记订阅。对，小朋友们也可以按这个方法来做一下，特别是按照我的方法来做，我的也不错啦。我到底要尝尝你的好不好吃？这个尝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吧，我们下次见啦，拜拜。